我儿子他们现在他们都在美国读书了嘛，就那次去就他就讲说，哦，爸，我好怀念你做酸白菜、酸菜白肉锅那个，那个以前我都会做。你会搞酸菜白肉？对对对，我现在多才多艺，我还以为你只会吹萨克斯。还要访问修杰楷的。他讲这个，其实我很感动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他记得我做的这个菜，他记得，所以我就在美国，那我哇，美国要去哪里生酸白菜出来啊？对啊，所以就到处去找，先是找那个白菜，要那种东北的那种，或者是韩国的，所以就好不容易找到一家韩国店，哎，他们有在进口白菜，要那种大颗一点的啊，找到那个白菜，就在想说，其实酸白菜要缸啊，那缸要去哪边找啊？缸？对啊，缸啊，一个缸要腌制啊，要腌制嘛，对啊，你要从腌制开始。酸白菜，对呀，华人超市没有酸白菜啊，你要自己腌制啊，当然呢，那个自己做的味道跟外面不一样，什么毛病啊？对呀，所有毛病。怎么？哎，真的美国时间有比较多哦，所以他刚呢，刚好去哪里弄？我就找好久好久，就到处找那。刚美国到底要去哪里买钢，就哎找到一家老莫的那个农场哦，卖他是卖花盆，就他但是他花盆做的跟我们的钢是一样的做法，然后就买了一个那个花盆回来。没有你真的走投无路就去，他们不是都火化吗？对，你买那个 on 有什么关系？也不是一样，太小钢，太小了，你就买五罐呐。什么东西就一定要那个瓷，最好是瓷的。那我是感恩节的时候去，然后做好了准备圣诞节吃。哇塞，要一个月耶，要那个，因为那个要天然发酵嘛，自然发酵，所以味道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一定要自己做，然后就做，然后就在 Christmas 的时候，那就吃了这个酸白菜。然后我还自己，他们喜欢吃我炸的丸子，因为美国没有好吃的丸子，所以我就在美国自己去找好的猪肉，太感人了。然后再炸丸子给他们吃。那你儿子有说什么吗？哇，连吃了三天呢。那看他们吃，我就很开心。静宇这个故事多感人啊！因为人总要走了那么一天，你想，喂，百年之后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儿子啊，然后走进一家酸菜白肉锅，然后终于被他吃到一个熟悉的味道，这是爸爸的味道。我要哭了。然后泪水滴在那个酸菜白肉锅里面。然后交杂的泪水，然后加这个菜，然后仰头看到星空，好星星在闪烁，那就是爸爸在那边。谢谢爸爸的守护。天哪！对小孩的要求，你就是真的是有教育的意义下，你就是尽量的满足就对。来来来，我来看一下你这个板子，来我的板子是什么？对，你的铃铛是。安排小灯光见闻什么？安排小孩，你自己念出来。安排小孩搭直升机。你更过分了。你是直接弄直升机耶！你要去直升机，要去哪里？我就说你了解聂云越多，你就知道他就是这样的人。他就是表面讲一套。哎呦，你就是武侠小说里面那个那个谁岳不群，你知道吗？华山派那个岳不群。做的最凶的就是你，为什么直升机？娓娓道来，就是这是这样，这是我们那个不久前我们去纽约，那时候去纽约我还想说去纽约到底要玩什么，当然看秀嘛，我们看了很多场秀，那个音乐剧哈，但其他的我想说，大家都讲说去看地标啊，很多什么，那是那个什么好看的，看台北101就好，我们看大楼什么好看的啊，就是想说要做点不一样的，哎，就突然也不晓得哪里就灵机一动，就想说没坐过直升机啊。那我据我有印象，好像只有两个地方观光可以坐直升机，一个大峡谷啊，另外一个就是纽约。然后我听说过，然后我就上网去查，我找一个飞45分钟，哇，就一直曼哈顿这样子绕，你看什么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这样让你看，这么。但我印象中那个很贵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不便宜。那你透露一下多少？因为我就包了那一台，包机啊，为了增广见闻，就是因为我们刚人数刚才数不到，哦，好嘛，就那2000美金，6万块台币。跟我老婆讲，我说就定这个，我说给他们一个 surprise 啊，不要讲哦。所以我们小孩子通常都不晓得有这件事情，你知道？我超兴奋的，你知道？然后等到头一天，因为他们都有在那个我的行程表上看到，第二天有一个 tour， 他们一直说，哎，明天那个 tour 到底是什么？我说反正很厉害的 tour，daddy 给你们一个 surprise， 帮你们 book 很厉害的哈，我都不讲。
然后头一天我们就去看那个自由女神像，嗯，啊，就行程正好，我们就在那自由女神像，哎，正好就在自由女神像前面的时候，在那个岛上就有一台直升飞机这样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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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飞过去，然后我就儿子在我旁边，我说哎，怎么样？老爸存点钱买一个这个来玩一玩，哎呦，玩一玩啊！我说跟他拼，跟他，我讲，其实我是忍不住，很想跟他讲，我想忍住，你知道？然后我儿子一秒都没有停顿了，马上回答，我才不要了 ，Kobe Bryant 就做那个摔死，没错，对耶，认真要讲，认真要讲，还不完了 ，Kobe Bryant。啊 ，John Denver 也是做专辑，我想说啊，完全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反应，完全没有想到这样反应呢。我想啊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对啊，然后我女儿又在旁边，然后说什么什么什么，你在讲什么，在讲什么？然后 Daddy 说买一个那个吧，然后那个我女儿说，我才不要，那好恐怖啊，那个，我说完了，是谁呀？啊，明天就定好了，钱都付，钱都付了，钱都付了。然后想说明天的 surprise 怎么办？那我还跟我老婆讲，我说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这种反应好奇怪？那怎么办？那没。没办法，那就硬着头皮啊。第二天早上那个车子就来接我们嘛，一大早起来，啊，出来小男生啊，那哥哥们一看到就破梗了啊，真的要去上面就写 Hello Concert 嘛，要写在那个车上嘛。然后美美啊，美美也懂了，就坐在车上，然后美美就开始，哈哈，我们要去。不要吧，我不是很想做那个耶，感觉要上断头台。对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这样一路这样子，就这样打打闹闹，然后就到那去了，就到了那个。该不会是你硬拖他们上飞机的吧？很高级的，真的恐惧。证什么的，到那个直升机的那个机场，哇，很高级，嗯，你知道吗？哇，那个帮我们准备的饮料啊，然后开始跟我们讲解，然后就我们的那一台飞那个直升机就停在那个门口，然后我女儿就把自己锁在厕所里面，哇塞，好抗拒耶，他就不出来了，不出来，你知道怎么办？就傻眼了，我想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拖时间，拜托你出来干嘛？你好，这很难得啊，你知道吗？讲讲讲，讲哇，说什么都听。我 I don't want to， 我不要，真的，你知道吗？哇，真的讲很久，讲那个半个多小时。我说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出来，嗯，不用强迫。就出来，然后就很不甘愿这样走出来。我就这边好说歹说，就跟他讲，我说 come on， 我就这么一次嘛，是安全的。好说歹说，大家全部都已经傻眼了，大家坐那边等到快不行了，然后就跟他讲，我说这样子啊。你就上去，然后呢，我也不能把你丢在机场吧。对，那你上去，你要是不喜欢，你就眼睛闭起来。Anyway， 就还好了，到最后就他就答应了，但是就是从头到尾45分钟，他真的没有睁开眼睛。哇，那不就一直叫？没问题啊，从头到尾，他从头，哎呦，好惨哦，可怜呐，哎呦。他在受罪耶，手还一直拨。对啊，哎哈，你在美国，在台湾会有社工介入哦，虐待儿童。对啊，也可以播一点稍微快乐一点的画面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有人有笑，好不好？不是只有这个 OK？ 那因为看过那影片，笑的只有你啊。对对对，所以决定不播。对啊，对，这是你笑的最开心。